好，今天我看能不能把萨尔达破完啊？因为萨尔达的话，现在剩两只神兽加那个，加那个魔王的话，应该今天拼一点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破完了。啊，老王也刚收台没多久啦。我还是觉得有点大声，我要调低一点啊，因为有点大声。啊！看看啊，那今天的话剩下哦，对了，我已经知道那个隐藏商店在哪里了。我先换一下衣服，他说一个那个奈电装，那个要去用，那个在沙漠村那边，我大概知道怎么接。今天我妈应该会找我吃饭啦、啊、大概玩到五点那边，然后晚上回来七点再开台。在这边吧，隐藏商店那个要那个听那个暗号，然后躲在后面。然后在隔壁是不是哦？这边。嗯，哎。哦，这边有个支线哦。哦好。嗯。七位英雄大人之巨像。哦。嗯。考验哦。各自掌管一个力量哦。哎，七位英雄哎。嗯。啊。哦，这提示嘛。啊。哦，这边的暗号，我、啊哦、先尿个尿哈，受不了了。
好。哦。呀，伊亚多拉。GSC， 然后菱形。嘿。嗯。哦，所以是 GSC 哦。嗯。嗯。哦，然后再找一个那个类似像门的东西偷听暗号这样吧。那这是会有关着的门哦。算了，去附近找一下哦。Bus 啊！哦。可是他那一个隐藏山在哪里？要找一下哦。我觉得附近有一个关着门的，这个吗？哦。哦。啊。嗯。七。哦。刚刚还有加符号的耶。哎，有了。迷你俱乐部的秘密。啊。稀客呢？不可告人的过去。干，说个暗号就是会员了，这会员也太廉价了吧？嗯。哦。啊。哦，三十七颗哦。等下我看一下。他说：“隐藏隐藏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吗？”夜光景深府，好，在这边啦，这边啦，热沙队就是这个，我干好贵哦。啊。耐热防护。哦。啊。哎、欸，有了哎、欸，防火衣啊，到手啦、啊，那我就不用防火药啦、啊。哎、欸，这个夜光老人不错哎、欸，那再晚一点再买，不然会买到没钱。哎、欸，有了，我看一下。那等一下我换一下耐热衣好了，然后说要去把它强化到三级，是不是？啊？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差，反正丢出去，我等下再传到那个卡卡利克村就好了。干、啊，那个贵族都认那、嗯、哦，组长，搞一个车组长认识我还要被丢包，我就蛮靠北的。哎、欸，组长认识我都还，那国王认识我还被丢包，妈的，是有靠北的。啊，士兵跟智障一样。都没有在听传闻的哦。
啊，现在找到说强化刀，强化刀三级哦，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强化刀三级，说明还没办法嘞。Go go go！ 好，就强化那个，去搭金丝犬强化。靠，好多潜行草哦，金牙瓜哦，大堆。多到快爆炸了。好，强化这个白色秋秋胶。不要再无了啊，口臭高潮哎。但我这个强化应该会缺材料哦。果然缺材料。好，没关系。哎呀，这大妈腰真是超恶心的，妈的！哎，至少我们已经有耐热装了。啊，先记录好了。那我看一下，那现在就往火山那边前进了。我看一下，在这边。然后先往那个照片的地方去找，然后顺便开，塔好像已经开了吧？今天早点玩的话，应该可以再把神兽过一过，应该蛮快的。好，那我们往那个紫色方向那边前进，看一下，包括正规上山的路哦，哪里可以？那里可以上山哦？往前吗？啊，没有啊，应该是往旁边那边啊。看，从这边还真远。
再怕了，冲！靠腰，八，走开走开，不要烦我好不好？干！没关系，我逃过一劫。我干被挖到超痛的、欸。那小怪比王魔王打人还痛，干你啊妈！这什么游戏设定？那小怪随便打都半条以上，看你娘在想什么？那 boss 反而打了就还好而已啊。那 boss 被打还没像小兵撩那么多嘞，超夸张的。我先去找照片中的地方好了。复活了，干！算了，没差了，没差了。反正他那个会急啊，他那个要时间急。哎、欸，不过这个复活真的蛮好用的、欸，保一命之外，然后还会多血给你，还不错。真的是算他的神兽力量其实蛮有用的，虽然变成说你有两条命这样。只是我们不是他们一组的人，我们用那个交集那个 CD 时间还可以了。不错哎、欸，两个体力真的有差。睡觉果然有差，他那个精力高真的是差很多、哦。他是说到照片在这附近吧，我先爬到最高处好了，看的话比较。哇哦！打火石，炸！
哎、欸，这里缺一个石头哎、欸！哎呦，竟然有树妖哦，被我发现了！哦，这边啦、啊，靠腰，刚好找到。 哦，有两个是不是？有啦，干长嘞！噔噔噔噔噔噔，两个啦，还是不够，现在要八个哎、欸！哦，这边啦，找到了。 哎、欸，这套还蛮好看的。好啊，想起来了，金。大した傷ではないようですが。 哦，けれど、哦，他打派那么多怪物这么猛、哦。干萨达公主包好紧哦，妈，公主不是应该露奶吗？哇，干这么猛、哦！干奇怪了呢，啊，我刚刚那打怎么没有那么猛啊？干死一排人啊！那时候在剧情才有吧？我记得我打没有那么勇猛啊。 さあ、急ぎましょう。最悪を想定し、万全の構えを敷いておかねばなりません。好。所以他们就是一直萨达公主在寻找封印，是这样啊。 我看一下他那个男修炼场那边，我看一下，爬山哦，爬到这边，哦，那我懂了。 哦，看来这个路径还真奇花哎、欸！啊，那个路径你没有，你没有一定的熟悉，你才真的不知道怎么爬到那个矿场那边。哎、欸，对哦，哎、欸、可有啊，这边的塔是已经开了啦。那我们现在要从这边爬吧，我看一下。 看一下地图哈，哦，在湖上边哦，这个要再看一下，三个。 这个吗？哦，在这边呐、啊！靠腰，来错了。 哦，不行，不行，要喝耐火药了，不行命。然后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耐热嘛。啊，先吃耐火药。看来还是得去找那个矿。
好，先换回来好了。乌鲁波萨的怒气，いつでも放てるよ。 爬爬爬！干这个，这个要先一定要先去拿奈乐装，不去拿奈乐装，这边就很难过了。那烧都烧死，所以一定要先去那个采矿场那边拿奈乐符，不然你后面就很难过了。好，就准备饰品。 先去拿奈乐符比较重要。应该在这边吧。 哎呦，对，要这边采矿场。 哦，是哟。奈火蜥蜴，哦，要这个吧，要抓那什么啊？奈火蜥蜴吧。呼噜噜噜。 干！我的信有老大，有够假的。嗯？采矿组的。哦，从这条去哦。 采矿石的地方。嗯。哎呦，热旋气流哎，是油。 这边，十只哦，有，就这个啦，耐火蜥，好。啊，这附近也有啦，抓两只。
婆啊，妈妈啊，哪有看呢？哦，这边好多矿物哦，不错。哦，有啊，那个岩石那边也有。还蛮多的嘛，哦，有啦，哦，一堆啊，超多的，不知道有没有十只哦，去看一下哦。干那呢？岩藏那么大，是你还看不到？我还没有，还没到十只哦，刚才几只了？九只，刚差一只哦，干！我这边应该还有啊，我有了。好。啊！我有了耐火石铠。耐火跟耐热是不一样的。古龙城去买哦。啊。20卢比哦。哦，所以就抓三只就二十块这样，还可以做防火的。哦，有啦，拿到了，那我就可以那个穿耐火装。耶、yeah ！那这我就不怕燃烧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古龙城了。他说从这一条路走。哎、欸，不能调查、哦，靠！哦，从这边走可以到城镇呢。哦，然后那个那地板上都有记号。杀小杀小哎、欸！哦，不要不要，干干干！还有这样的哦，妈喷岩浆嘞，超痛！高级禽肉，哎呦，高级禽肉哎！这应该是火焰的神兽吧？火焰的，哎，大蜥蜴有不会吧？还真的哎、欸，大蜥蜴耶！修。干这哎、欸，我怎么觉得这个火焰神兽长得特别大只啊？好像龙炎龙，超像的。
破哦。啊，古龙城。啊。哦。火山弹的客人少了，你说半夜的大岛上在声音会响。靠，还有人假扮工具人哦，靠。那我先写神庙好了。神庙比较重要。先去解，然后把这边的城的那个城镇给开起来。干妈的人追我嘞，那关我屁事哦，怕一下不起。抗薄弱抗，熔岩巨龙哦，熔岩巨人哦，好哦，好，今天首先把神庙解好了，那哪里啊？死亡火山的喷发哦，喂，哈，看原来组长会闪到腰，嗯，布耳朵，哈哈，我腰好痛啊。啊，应该是被困在神兽里面的吧？好，哈哈，又闪到腰了。啊，奇怪，这边的神庙在哪里啊？应该在上面吧。看，怎么那么远啊？有，看到了。先解神庙。西摩托伊塞神庙。哎，如果再解一个神庙就可以那个了，哎。都可以再加一格精力了。这叫什么？我是西摩塞托伊塞伊托塞，看，摇曳之火。这个哦，这个要烧是不是？用炸弹炸应该可以吧？不一定要烧吧？爆爆了！上，怎样？啊，怎样？有些吗？等。哎，有宝箱，红宝石，不错不错。
守护者必杀。干干。古代螺丝，古代弹簧。现在在附近看一下是什么地形好了。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宝箱。碎岩剑，哎呦，看起来好帅哦。看起来很帅，碎岩剑。这个应该拿来打石头很不错哦，这个留着好了。感觉希望我的武器格多一点呢，感觉没很多。不能动日。所以现在是解那个就对了啦。好，看一下，看这附近有什么？这边。哇，这里地方这么大哦，吓死人了！这有好几哦，干这边还蛮复杂的，好几个按钮。那这个要怎么做啊？把那个桶子先拿过来吧，把下面那个桶子拿过来。不可能啊，这桶子拿过来我就不能进来啦。奇怪，看一下要怎么做。对啊，如果把那桶子拿过来我就不能过来了，所以是不可能的。那难道要转那个风扇吗？转那个齿轮啊。这样有一个冰剑，好险刚好有收到。看一下这要怎么解火，这个火要点什么才好啊？原来是这样哦。我懂了。
哦，懂了。 靠腰，铁球。哦，所以铁球会滚到这边来，是不是？哦，那我懂了。啊，奇怪，刚刚怎么又没铁球？是铁球吸力太慢吗？干，见鬼哦！ 刚铁球怎么又没下来了？关键不怎样？刚铁球不滚下来，等下遇到 bug 是不是？ 铁球怎么又滚下来啊？我刚刚不是说滚下来吗？铁球怎么又没滚下来？奇怪！啊，有够烦的哎！ 对啊，刚刚有铁球滚，怎么后面又没滚了？是怎样？奇怪，这条件，这滚球条件是什么？哦，这个吗？ 哦，而且会滚下来，这边你还是要自己移就对了啦。看一下。
样吧。为什么铁球会消失啊？应该掉到那个里面去了吧？哦哟，在那边。拿到了小钥匙，哦，大家可以用这样过啦。哦，这个还算还好啦，蛮简单，注意看的话就都还 OK。好呀，我现在都会摔下来，我靠背。好，而且门已经开了，可以直接从那门过去。一个是不是？好呀，没。啊，这个要怎么解啊？直接用火箭不是比较快吗？干嘛那边烧半天，可惜哦。我干脆换火箭比较快。啊，其实可以直接用炸弹炸下来吧，就是用那个火啊。炸还比较快的，冰冰。有啦。噔。有啦，我想要再过一个神庙，把精力加一加，我就会比较好。哦，先尿个尿哈，不好意思。
好，通过喽。我的责任已了。有了，有了。啊，有了有了，我看看一下支线哈。驿站的风景画。刚刚不是有一个那个吗？刚刚不是有个什么岩石的那个吗？奇怪了，那个支线跑哪里去？嗯，我也不看到。怪物出没很危险，我都已经过来了。古龙城，奇怪，那支线怎么不见了？来来来，我下去看一下。达鲁尼亚湖的熔岩巨人，嗯，达岩尼亚湖哦，哦，达鲁尼亚湖这边是不是？哦，说这边有神庙吗？查一下好了。达鲁尼亚湖，哎呦哎，在上面有一个神庙，谢谢岛那边吧，谢谢岛那边有一个。准备当面那边打熔岩巨人，好，去看看。靠！一开始遇到怪物，干！烂！哦，六！白痴，烂！哎呀！哇靠！这边还真多呢哦。熔岩巨人哦，他说这边湖应该说有不少哦。哦，好热，好热。哦，干！哦，那边这边敌好多哦。啊靠！要防护哦，干要那个，要去买那个石盔了。啊，买那个石盔，防护等级二才能来这边。刚才已经受到伤害了，
搞贱哦！他在目前只有耐热衣而已，所以很容易就那个啊，防火啦，应该是防火衣啦，不是耐热啦。耐热没什么屁用。啊，要去买那个石盔啊，石盔买下来就耐火就饿了，就不用太担心。这件其实也蛮好看的，这耐火衣还蛮好看的。我が名はゼンガーゾンボルト、悪を断つ剣なり。龙式按摩，呜，哇，干好假哦，这也太假了吧！不要，我不接受老人按摩，干太恶心了。哎，砂漠，哦、你不热吗？我涂了防火药。耐热裤。防耐火石盔2000，耐火裤700，哦，2000好贵哦，干！算了，买裤子好了啦。Yeah。这样就等级二了、啊。那我们再去过那个，干嘛了？买那个防具花好凶啊，买快没血。超热哦。然后就等级二啦，耶！哦，阿元，老大的腰痛哦，哎呦，还真孝顺呢，嗯。看这些古龙人看起来那个表情好智障哦，那他的脸那蛮智障的，那看起来一副就是很北西的样子啊。靠腰，我不能掉下去，靠呗，北七哦。我刚刚没有踩好，就直接掉下去了。干，那个上谢谢岛那边有一个北部矿坑，那应该要打巨人的吧？干。哎呀！哎呀！
真烧呢哦，我靠，烧烫烫哦，哦，嗯，差不多在上面吧。 这个要怎么打？嗯？靠呀，这个要怎么打？ 哎，不能杀杀怎么办？我修啊修修修！哦，干这个看起来就他妈超干爆热的，我就知道哦，嘿嘿，怎么刚好有个树精？ 那我们先谢谢岛看看好了，谢谢岛，阿里亚托哟！哦，干，你看下面那个温度爆高哎！哎呦，干，这边又藏一只啊！ 靠腰，妈的，没飞过去，妈的！哦，干，烧呢啊，要死啊！哎呦，差一点。
哦，哎、欸，红色秋秋胶刚好需要。啊，干扰！哦，干！ 打我！啊，秀啊！哦。 啊！干，我被烧到了。哎、欸，他们说在这边吗？啊，该不会在那边吧？哇靠，怎么那么远啊？惨了！啊，这要怎么回去？惨了，走错路了。 搞要，干！搞被休息啊啦！啊，快烧死啊！啊，张那张远讨厌他们偷打，下去。 消失哦！靠啊！我要惨，这要怎么回去？惨了，我刚不应该跳过来的。算吃个料理好了，反正刚煮那么多。 炒蔬菜，哦，马内，哇，炒蔬菜加那么多，我靠，我没有。有啊，这附近没有那个吗？没有汽油可以回去吗？然后这边走不好，真的会烫死。 好呀，丢错，干这么多，好，哦哦，这边可以回去哦，要从桥那边回去。 这边是有推车，是不是？哦，所以这边是可以用推车过来的哦。哦。哇，那我不就得回去了吗？因为我没有就没有办法那个啦。
真麻烦呢，没办法，回去重走，大家低了好多，很烦。我想说，我想可从那边跳回去，上面都岩浆，没有办法回去。好险，我防火已经两级了，所以不怕。 他们有列车哎！哦，所以要从那边上去哦，根本就不用爬山嘛，真是的。我还是要了。 啊，这个岩石怎么打破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破哎、欸。对啊，完全不知道怎么打破它。铁锤也不行啊。啊，还是要用冰块啊。 怪啊，没有啊，没有水分，用冰块啊，用干冰剑好了。欸、靠药，装冰剑。哎、欸，不是哎、欸。 啊，这个、啊、是怎样？ 啊！我想救，可是我没办法救你啊，不能怪我啊！啊！那神庙该不会在那个推车里面吧？ 看一下，啊，应该是在那边了，没错。哎呦，这边现在目前应该是来不了吧？有那个限制在吧？我看一下好了。哎、欸，这边哦，这而且这边还蛮危险的、欸，哎，他这边跳不好就一定会死啊。 在这边。 对啊，那应该是在轨道里面吧？那我先去塔那边找个神庙，因为我猜一个就可以再加一格经历了。啊，等下要回来村庄，这边可能要先解那个吧，解主线的。
奇怪，这边很多乍看都看不到神庙，很怪。妈的，在塔上只能看到一个而已，太惨了吧！他那个塔那边看神庙，基本上也没后面也没什么用了。前面有一个，哦，好，我大概知道。爆了！嘣嘣！我干！这么痛！再来啊！死！啊！哦！哇，古代死好多、哦，可是我快没钱买冰霜喽。骑士之枪，哦，那火山炭可以探索地方蛮多的。哎，岩枪全部都不能下去，所以这边真的还蛮危险。死亡火山，哦，没关系，我们先爬上去好了，爬上去再看。哇，这边还蛮大的呢。
超大的这边啊，这个吧。 真痛哎哦！没关系，我有料理。哎，好痛！ 对啊，我都要看攻略了吧，真的是不太会打。哦，冰魔法杖哦，靠呀，可是我没，我就没冰魔法杖啊，靠呀，我还得去打这个位，还得去打冰魔法杖哦，干，够麻烦呢，这也太烦了吧。 真烦，我还想起。
哦，所以打完回去村庄就可以那个，是不是？ 好，我去村庄看看，就可以交任务了吧？消炎剑，哦，用冰剑也可以啊，不一定要用冰魔法杖啊，只是冰剑要花次数这样。欸，那个红色该不用爆炸剑摧毁吧？大家试看好了，把它爆破掉。 龙岩巨人哦，全世界到有多少只龙岩巨人啊？算了，不管了啊。啊，那个岩层应该算爆炸剑吧，应该算爆炸剑去破解，我来试试看。 哇，已经4点多了呀，好快！奇怪，这边的神庙现在也蛮难走的，因为它这个神庙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走。我想要再结一个神庙，就可以去那个，就可以去加点这样。哦。 哦，所以这边可以直接过去，是不是？试试看。这边要怎么推啊？反正是剧情需要。 推不了啊！怪怪的，算了，我们先用爆炸去解除那些矿石好了，比较干脆一点。哦，差点。 靠腰，敢啊？那到时候不飞呢？要被烫到，还要往高处跑，麻烦。还要往高处跑，麻烦。还要往高处跑，麻烦。靠呗，杀小，我怎么死了？
靠呗！哦，妈的，西人真的很烦呢、欸。哎，对，西人在烦我。 受不了，吃料理，烦死！冲啊！刚刚火焰烧超痛，哎，那防具没有强化。 爽了没？妈的！好 ，OK， 解决。哎呀，炮呗！哦，原来这个不行哦，就只要一点就爆炸，是不是？ 靠北还有这样的哦、喔！哇，那要怎么办？哎、欸，对，真的哎、欸，一点就要爆炸哎、欸！哇，那这边要怎么过？ 靠腰！哦，原来这个一点就会爆炸哦，干！难怪刚刚被炸死。用冰剑也没用啊，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算了，没关系，那我们先回去好了。 啊，先花点钱睡觉好了啦，睡觉把血补满，然后补到上限。我看这边要怎么过？我想可以再过一个神庙的说，我看一下，我觉得这附近有一个吧，然后往那附近跑跑看好了。
看，弄一下，看一下假假按摩，对不对？先煮料理好了，料理。潜行蘑菇。 炖水果，靠腰，干嘛吃？一堆肉。 大份烤肉串，这个好哦。那按摩的不见了。 在下面呢、啊，靠腰。哇！附带按摩的床。到晚上好了。干。 老人假假按摩，靠北哦！干，你以为这是李小是不是？哇！哦，这个加血值得，记录。 岩眼、火箭、冰剑、蔗糖，哎，买。哦，蔗糖要应该食材啊，我看一下。 哦，干，因为他可以用滚的哦。我靠，妈又叫树乌龟是不是？嗯。哦，有啊，这边我来过啦。所以那个红色石头要怎么解啊？靠腰嘞，妈都没解啊。啊，还有刚刚一直被炸死，算了，不管了。 我看看村长那边有没有提示好了。嗯嗯，这边没提示哦。
感觉真的要看攻略了吧，不然的话也没办法。啊，没有提示就很难去写这个东西啊。找一下啊。 穿起拖延无效哦，是哦。如果穿起靠腰，搞不了按到鸡巴。穿起有延无效、哦。 那干脆去卖东西好了，卖一卖。哟，不，哦，嗯，我把东西卖一卖好了。 房间在前面吧。哦，买。哦，延无效。 要用炮塔炸哦，这么麻烦。好吧，大家知道了。要用炮塔炸开那个岩石才可以啊。
什么都会错意了，那大家知道了。然后就要用炮塔去炸它才可以，然后让那炮去炸。 去炸它，然后就可以把那岩石炸开。我在那边。嘿。 要用铁锤吧，可是我已经没铁锤了哎、欸。看啊，提速不给多一点，那很讨厌。 然后一个大炮连按钮都做到，不知道让人家莫名其妙在哪里，我就觉得很奇怪。哦，有了啊！搞原来是要用自由炸弹启动，真笑。好，我知道了。 真难打哎、欸，干！有了！哇哦，好多、哦！赞赞赞赞赞！ 看一下。
炮塔，那这附近还哪里还有炮塔？看一下，下面没有，这边没有。哦，这边是拿矿石的。 所以啊，哦，所以这边这个炮塔要从另外一边打，是不是？真麻烦。刚刚光是光要炮塔就饱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当工具人，他妈的我最忙，好不好？嗯？ 抓远吗？哦，他这边有，就在那边。啊！哪？ 为什么不要我偏要碰？哦，有了。哦，好。所以哇，那现在只剩下前面那边那一格了。 都要过去，搞危险哦！吃饭，直接爬过去，你别经历这样装啊！回家，回家，回家。
我要把这个炸开呀！有了！哎，这个白，这个哎，哦，有了！ 把这个白痴给救出来了！呀，有了有了，这下面应该有个神庙。大白痴，我来救你了！靠！要你才像怪物吧？干，生遐大长，搁遐胆小。哦，有啦！我在找阿元。啊，你不叫阿元吗？ 干啥？问这句话用废话？用大炮？干很会很难吗？还好吧。哇！干他自己滚回去哦。 刚刚不是连枪吗？自己滚回去哦，这么强，真假？劈石剑，我是有兵剑。 五十五比，第一时间看起来不错。对啊，这下面应该是有一个没错了。 被小人弄到岩浆干，老妈在城内都被撩起，我靠！多亏有你帮他脱困，防火药干，不用防火药啦。 达尔克大人，哦啊，哦，照他的石像哦。
我应该想起来一些事情吧。噔。所以这是要火蜥蜴嘛？这是神兽。このダルケル様にも意地があるからな。神獣の訓練で他の三人に遅れを取るわけにはいかねえ。俺はよ、ここから見る景色が好きなんだ。見ろよ、あの美しいゴツゴツしたうまそうな岩の尾根。厄災ガノンとやらがどんなやつか知らないけどよ。巨人後裔这样。必ずこの景色を守ってみせるぜ。なあ、相棒。哦，干，你俩也多大了？怎么戏呀？そういや、おめえを姫さんお付きの騎士に選んだのはハイラル王だってな。じきじきの指名じゃねえか。頑張んな。まあ。あの姫さんはじーっと気合い入りすぎっつうか余裕がねえっつうか特におめえには对我おー、怎么了怎么了おー、延迟延迟わーおー、有干好强哦火球器哦火很猛的哦危なかったな。しかしなんだ、ここ数十年デスマウンテンは静かだったのによ。だ对了。しかも落石が起こるほど山が荒ぶるってことは、いやまさかな。あ。所以要再加复活前一刻，让火山不平静这样，他应该也是被加农干掉了。四维牛应该都被加农干掉了，懂了吗？阿远就是那位达尔克尔大人的孙子子孙，因为阿远小时候是应届大人的子孙，所以人人使用达尔克尔的守护。我们就把靠达尔克尔的守护变硬的阿远砸在鲁达尼亚身上来赶跑他。不然一巴掌更就对那个家伙没辙。好了，闲话说到这，差不多该赶走鲁达尼亚了。干，你又腰痛了，好痛好痛，不要紧吗？不要紧的，才怪了，旅行者。干，你在说屁话。好，那我看我今天是去不成了。干，你根本就是闭嘴啊！可以去帮我跟先出来的阿远长头发今天暂停吗？他应该就在奥尔。丁桥附近，奥丁桥那里。好，先记录一下。哦，上个厕所都没屌啊。好，所以要下去赶跑那个什么达尔克，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瓦达鲁尼亚。瓦达鲁尼亚。都在桥附近，是不是？好，那我们去桥附近。
哎、欸，我有这树腰嘞，又不是靠背。对，再往这边是。干你妈！这会不会太远了、啊？有必要搞这么远吗？ 所以可以从那边上去哦，靠！哦，这边可以爬上去。 有，可以爬上去。 缆车在这边是不是？哎、欸，我不能走。 干在家有温泉哦，傻小，见鬼哦，听不懂，棒子哦，死亡之山的秘密。 神庙。 哦， 有道顺便解。
够不够？等下我又可以加一格精力了，太好了！我现在血都够啊！哇，所以这边是哦，这边是触电的、哦，不会吧？续航时间。 可以，应该可以，他踏上去了。靠腰。哦。哇哇，我懂了，我懂了。干。 这么简单哦！奇怪，都没有宝箱吗？不可能吧！看一下有没有宝箱好了。怎么可能没有宝箱？找一下。怎么可能没宝箱呢？哎、欸、有哎、欸，在那边找到了。哦，所以大概是要飞过去啊。 找到了！哦，100块，太好了，拿到了！哦，这还真简单呢，这怎么样？超简单的。 有啦，耶！那我又可以加一格精力了，太好了。哎，是不是老王又开啦？不会吧？哦，没有，有啦。 耶，四个，我又可以加一个精力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先回去再加一个精力再过来，这样我的精力又更多了。等下变就变成两条半，两条半的话，爬山的更好爬了。 我觉得后期血量其实都还蛮够的，就主要是那个精力啦，精力还是蛮重要的。没有精力真的很麻烦。回去卡卡利克村家。去找大妖姬升级一下套装的能力好了，不然的话，妈房都不太够，被打很痛。 哦，这耳机戴起来超不舒服了。啊，被那个他冲后面有一块那个棉啊卡住了，妈的，要移动，只要有移动就很痛。哦，好，看一下。啊，我现在找大妖精好了，先找大妖精升级那个。好，丢苹果有用哦，试试看好了。
干没有嘛，骗我！啊，算了，不管了，先升级五房。感觉抓不到，哎妈的！ 啊！嗯，干这个要耐火蜥蜴哦，靠腰嘛，要抓耐火蜥蜴哦，真麻烦，靠！啊，材料堆到，妈的，气死！然后好像如果要在那边升级的话，应该是要抓五只啊。 抓五只或九只吧，我现在防火了，不知道，算了。好麻烦啊，抓那个要耐火啊，那个材料目前很麻烦，要那边抓半天，很烦。然后啊，南采掘场那边又没有那个。 他又没有传送点可以传，所以变成说你要走的过去。然后全套穿起来是炎无效啊，对不对？火焰无效，不会燃烧。 好，那我们先加点好了。精力耶，对，有了。 太好啦！耶，两条半，赞！啊，不然我们去南部采捐啊，抓一下火焰蜥蜴好了。先去抓那火焰蜥，然后先来升级那个防火装置，把它升一级，这样被打又比较不会那么痛了。 哎，不过老实讲，这个火焰地带的武器倒是动的还蛮帅的。它这个武器其实还蛮帅的啦，它武器设计其实还蛮好看的，只是它解谜真的太多了，而解谜少一点现在这个好游戏，因为它这个是解谜比打怪还多，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可惜了这块游戏，我觉得它剧情应该再刺激一点会更好。 而不是说一直都想要一直都是用靠解谜去拖时间。先去抓火焰蜥啊，抓了三只。啊，先记录好了。 靠，可惜，没抓到可恶，慢慢跑好了。奇怪，这路上蜥蜴反而怎么反而变那么少啊？嗯
这边吸就蛮多的。耐火蜥哦啊，旁边好多矿石哦，等一下去采一下。哎，多挖矿可以赚钱。哦，前面还有一只。啊，看他们多抓几只啊，把那防火的强化一下。哇，好多，三只欸，好赞的。好。六只，我抓了六只。好，我们先把那个防火套装升级一下。赞！把它加个防啊，不然的话到时候很痛啊，痛得要死。把它加一加。有啦，抓到两只妖精，赞！嗯，好。啊，嗯。哎，我抓到七只哎！啊！该要口臭了啊！不要口臭，拜托，超恶的！啊！嗯！啊！噔！
超恶心的。要不是你可以想话，我才 不想来找你，好不好？太恶了。好，那我们先记录一下，然后往那个，然后往刚刚那个地方出发。耶、yeah, ，好啦，那我们可以过主线啦。现在有八级耶，八个那个防御率都比较不会死。干那个全部的服装都要加满，我看他妈的也要花超多时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等很闲的时候再回来玩就好了，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难去那个啦。就是你要过真的很难过，不然的话那个太花时间，这游戏太花时间了。内容很丰富，可是很花时间。所以变成说这个你有空闲再玩是最好的。就是可能游戏空窗期啊，然后你就玩这个游戏就可以慢慢的消磨时间，倒是还不错。不然的话，你如果说你前后有那个什么有游戏要玩的话，你就会变得很赶。好，有啦！你呀！救命啊！干，你怎么又弱啊？啊！你奇怪，你师父这么强，不，你父亲那么强。我靠北！哟！来来来来来！哟！干我！有时间挺早了，比较安全。好呀，妈的！该妈的！妈，不电死你了吗？我他妈跟你姓，干，爽！哇！哎呦，把它烤熟了耶，超棒的，宣言棒哦！这比较好，好有了有了，我就危险了。他说今天暂停，老大，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先回去吧，等一下。为什么？我想进入神兽内部。消弱力量剑，但是为什么？我跟他讲原因啊。干妈，你听不懂人话、喔。干，这是有肌肉，这是发达头脑，他妈超简单欸。哦，有啊，就刚好可以跟他用那个大炮，不要紧吗？哎、欸，惨了！我妈来了。好，各位，那个我要先跟我妈去吃饭哦，然后吃完之后晚上7点再开哈。我有这个老鼠留给我达克克的守护在，有了这个，不然一撞到什么完全都不痛的咕隆。我老鼠因为达克克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老大是这么说的，咕隆。
而我和达尔克大人一样，都会使出达尔克的守护，所以你尽量放一把是瞄准奥尔丁桥发射出就行了，咕噜。我希望你的手 下手轻一点点，咕噜。干这么好用哦！哇，干这样炸也不会死，他也算蛮强的，成功了，咕隆！只要肯做就能办到，咕隆！哇！达尔克的手很厉害吧？好，接下来由我去当炮弹，咕隆！来吧，我们过桥吧，咕隆！好，那我现在就先玩到这边哦。那个晚上我7点会再开台哈啊，开台的时候就不播 VOD 了，那就是。反正最晚7点会开啦，那我早点回来的时候就会早点开。哦，好，那现在就先这样啦，啵啵啵啵啵。